哎，它这个是天然颜料，放调色盘哦，可以把它洗。哎，水冲一下，没有，它颜色就变浅了。真的可以洗掉哎！我们农场就有大概有六个品种，越黑越甜，找到那种快爆汁的，这个是我们去年才发现的。哎，我帮你吃吃看，我就知道它是谁跟谁。周日晚上9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台湾第一电台塑石油95+。